可能为什么你弄完然后这么有气质？我弄完变紫薇，香味啊！我觉得你这样很美哎，你看这样像拍打。我妈整个就是大爱台的，但我觉得她这样蛮吃香的，不然平常像疯女十八年。感恩师姐，感恩师姐。我们现在。今天我们来录一个秘密企划的录音，紧张吗？会有一点哦。啊，你以前不是有五等奖比赛过吗？很久啦。这是我今天的老师张元哥，他非常 nice。现在我刚录完，换我妈了。我们可以回来知性诚恳一点，再来一个稳一点点的哦。原来在这里听这么好玩。他是不是唱不上去？觉得是妈妈现在太紧张了。导演他是不是破音？这个是导演大哥 Joseph。现在我妈在录他那一 part， 很难听。可以再活，可以再等一下。自信，觉得自己超美丽的。我现在出去，每个人都看着我。你女儿还漂亮？不可能。过去的料理。交易再多一点，需要烫的中间被人家压一下，他就啊！难得我妈被刁，通常都是她在羞辱我，看她这样我也是很开心。这不是母亲节特辑吗？我去关心她一下。妈妈，我们要活泼，要大声用力哦！别紧张，我们冷静。你快要变蔡琴了。是谁？展现你自然的自信就好。我刚刚自备酒。妈妈是习惯先掏一点，她比较会喝。屁啊！乱讲，不要乱讲哦。散发自我闪亮的美丽。睡啊、哦！有看。开哦，开了就轻松了。对对对，很好哦，很好哦，妈妈很棒哦。你刚前面跟那个地方可以跟，有这么怼妈妈的？你要用怼吗？这个字好难哦。幸灾乐祸特辑，还是就是剪过去，剪过去也可以啊。作弊作弊，有太多你知道歌手，知道太多秘密，就算是真的唱将级的，他自己也没觉得怎样，但我就是手机会剪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收工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。录音初体验，看你很会在发我，而且说你一点都没有长辈的样子。因为你就不三不四啊，后天就要拍广告了，加油、哦！早安，早上六点半，我们现在要前往片场，五点半就起床了，下午两点可能就不太往事，在救护车等我，冷到不行，会紧张吗？麦片录音比较紧张，那、你去之前不是跟我说你一点都不紧张，还说你见过大风大浪？对，这种小场面我更紧张。哎、欸，妈妈拿产品摆 pose。我很怕他把我用银发的样子。你觉得变娇娘吗？他要好像很邋遢，在厨房就像黄脸婆。恩说：“你不用用啊，你本来就是这样子。”我梳妆完了，这是我的化妆区。你看他把我弄成什么样子？我们来看一下我妈。你现在完全变一个慈母哎、欸！你根本平常不是这样啊。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不可能！为什么你弄完然后这么有气质？我弄完变紫薇，香味啊！我觉得你这样很美哎、欸。你看这样像拍打。我妈整个就是大爱台的，但我觉得她这样蛮吃香的，不然平常像疯女十八年。感恩师姐，感恩师姐。我们现在要去大安森林公园拍第一个 cut， 她有慈母的风范。我这样走在大安森林公园合理吗？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，会吓到那些运动的阿伯。阿伯看到恩恩的刘海，会不会吓到中风？这些阿伯会不会觉得看到我觉得很怀念？哦，搞得好像吸收台湾。你很适合进去哎，你就是他们的团体啊。回来，现在器材组已经到了，等一下就要拍第一个镜头。跑去买丽杰给我妈，我妈在旁边看好戏。那我拍什么镜头？你自己说。先往前跑，然后转一圈，稍微享受一下。这个一个转身合理吗？这个年代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室内场景，非常复古的家的感觉，史上复古房间。天哪、金城武，你好适合在这个场景里哦。哎、你以前有拿过这个吗？没有，你爸爸有。车上我们行动的，以前都还没有手机哦，这个先出来。民国79年。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怎么找到的啊？好厉害哦，超级讲究。你的房间蛮冷清的哦，家徒四壁是走慈济路线，全部捐出去了。节俭是美德，知道红色这个是什么吗？你说裁缝机吗？你这渔夫是化妆箱呢？以前30-40年代。化妆箱，新娘化妆用的，真的是化妆箱哎、是化妆师才拿的。还有我妈以前的照片，帅哥 ，Ariel 你知道吗？你叫我 Ariel， 你是我妈，你干嘛叫我 Ariel？ 奇怪，我想都没想过会是这么大一个阵仗，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？这是复刻还是真的？你们自己重做的，好强、哦！等一下就是我看你好戏，你不要紧张哦，要有感情，就觉得哇，你的岁月这样流失，拍出来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现在是美术组在跟导演讨论。无论场景的 setting， 我妈要拍她的第一个 cut 了，看着她脸紧张，就怕耽误人家吃饭的时间。我比他们还饿，我也好饿。And action， 挖出来，你挖出来。3、2、1，哇！你掉谁惊哦？
明星，我妈妈是明星。现在我妈要染头发了，好难呢。头发削到五次，有我的头发削，要擦吧，要擦吧，导演要擦。要擦什么？我现在换了第二号造型，我只是想问大家说，我这样合理吗？我根本是丈母娘哎、欸，而且是恶婆婆的那一种，我一定会霸凌媳妇啊！现在已经从早上七点拍到了晚上七点，我们刚刚去玩外景拍摄回来，剩下最后几幕了。MV 好累啊、哦！这 MV 还不是整首歌了，这只是一分半的 MV 了。我杀青了吗？天哪，我杀青了！Give me five！ 我妈最后一卡了。好，妈妈收工了。收工。没有，你刚不是跟我收工击掌过了吗？为什么又有我？最后，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我说我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结束了，这就是拍 MV 的一天。耶、就是，不要再找我了。好，三二走。哇！再来一个。